请看《新兵进行曲》。让我们欢迎蹦恰恰正中音乐带来的说不出的快活。曾经告诉过我说，他演这么多吻戏，他跟王童演吻戏是最开心、最舒服的。舒服，还有舒服啊！舒服。那我们很想知道，说是哪一个部分舒服？你也有接吻？对。哎呦！但是他说他跟我接吻呢，是口感比较不好，最没感觉，没有不好啦。最没感觉的，因为他说亲完之后呢，然后他在那种享受那种余味，这样。那 Coco， 因为他有吃中药，轻松一下，我们来唱唱歌好不好？好，来参加我们今天的金曲乐翻天，金曲乐翻天翻天喽！两队轮流翻牌，看字提示，猜出直行一到四个字的歌名，猜得歌名并演唱得五分，猜错换敌对翻牌，翻到炸弹将饮用养生茶做主罚，谁会唱到歌，谁会喝到茶呢？哇！金曲乐翻天。马上介绍两队参赛队伍，首先介绍我们的统统队，有我们的统统，以及我们的灿哥，还有我们的道远。紧接着介绍我们的元浩队，有我们帅气的元浩，美丽的钟英杰，及我们的爱晨。今天如果翻到炸弹，你不用被炸，只要喝养生茶就好。哇塞，那么辛苦！我觉得裁判最近很累，怎么可能啊？裁判，先来一杯吧。一口干掉，一口干掉，一口干掉，一口干掉。哇，可以再来一杯嘛？不管你们相不相信。我自己认为它其实是有神奇的功效。哎呦，眼睛变大了！你们没有发现我整个人精神抖擞？哎呦，你感觉现在一对年仅20年，哎呦！待会儿如果你们翻到炸弹，好好体会一下制作单位的用心。然后养生茶绝对让你养生到底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现在请两队队长上台前猜拳，剪刀石头布。我们请我们的彤彤队翻牌，哎，这个好来，哎呦，心好，心强，心强，心强，郭靖的歌，心强对不对？哇，元浩队请翻牌，哎呀，请奉茶。真是养生啊！哎，里面还有一点呢。各位，我制作单位用多种中药材精心熬。哎，里面还有一点呢。各位，我来。谁说不哭？好了，彤彤队请翻牌。听见。方应该是新的方向，新的方向有没有？Yes， 真的不错。来了来了来了！我的方向，耶！
在前方，追逐我的理想，新的方向，我的方向就在前方。什么什么牵手什么手心手相连，这个是佛经吗？这是永远的25岁唱的，谁啊？谭咏麟。谭咏麟，我错了，大家知道我年轻。你也是永远的25岁。所以什么心手相连，分手快乐好了，分手快乐对不对？哇塞，请回。不是呢，团团队请翻牌。情不了情，不了情啊，月情。不了情是，好好好，不了情对不对？哦，错。来，请回元和队，请翻牌。哎呦呦，日不落，日不落，要转？难道要我转型变成女歌手？哎呦，我要送你日。哎，你太快了。什么日？日记本。哎哦，那首是记事本。哎，那是记事本，怎么会你记事本？怎么会你是记事本？还是有年龄。往日情啊，往日情，往日情 ，Coco 李玟。往日情对不对？团队请分牌。没看吧？年。今年过10年，陈奕迅的，对，陈奕迅十年，十年，对不对？今天的歌好猜，不好猜，元浩队请翻牌，炸弹，陈新年，我跟你讲，我赌了，如果我这次呢再翻炸弹，我喝三杯，醉，醉，我为什么会三杯会不会太少？四杯。漂亮，我就是喜欢你这样。开，不会是炸弹吧？炸弹！哎呀！哎呦！分手，手。张震岳的分手吧。张震岳分手吧，对不对？哎呦！哎呦！对。分手吧。黄之，你别讲，真的吗？退火，退火，常年熬夜那是很累的。哎呦，你在品酒吗？你可以不要把它含住吗？你还漱口嘞？为什么闻起来跟喝起来完全两个味？哎，我跟你讲，那还好。再过几分钟，你会觉得你的体内会有一股蒸汽乱窜，那时候才更不一样。元浩队，请翻牌。好。好了。哎。哎呦！我已经出来一半，出来啦，日不落了啦。好了，快点啦。日不落，日不落，对不对？好。这不适合中英姐唱啊。谁说的？中英姐，请上台。有那个凤飞飞的年代，来喽来喽！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，寄出代表爱的明信片。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爱恋，心牵真心把誓
谢。尊姐，恭喜你答对 ，yes。好，团队请翻牌。哦，是吧？同年，同年，好，同年对不对？树上，知道在深深叫着夏天。操场边，人秋千上，只有蝴蝶停在上面。蝴蝶，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。等待着下课，等待着放学，等待游戏里头。Yes， 对，对，请翻牌，可以进步喽。大大，哇，歌手，你需要我帮你吗？干杯哦！哎，结婚快，好可怜。通通队，请翻牌，可能没喝到。上单。哎，宝宝，宝贝啦，宝贝，宝贝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好险没有翻到，恭喜上台。翻牌，你们今天都翻一颗炸弹，一颗炸弹的，你该不会三颗吧？我没有，我没有。如果你这次又翻到炸弹嘞，那就表示你真的很衰。你要喝几杯？我的第六感告诉我，我这次一定会翻到炸弹的啊，所以我不敢赌，我赌一下啦，我喝一杯就好。神啊！炸弹王啊！下，好大啦！哎，他喝了好像喝 whisky 哦，哈。统统队请翻牌，火煞情啦！哎，那是猛钢琴。我们上一档戏的插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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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里面的插曲。换感情，对不对？哎，二爷唱歌，请上台。伤心人手感情歌，手好无情人听。一声声一句句叫阮莫拖沙，将你梦来打散。伤心人唱感情歌，只听阮的心肝。一点点一滴滴伤心事来到我门呀门无感情歌。好厉害！恭喜你答对。统统队得到的是20分，耶！元浩队得到的是10分，都是你啦，炸弹王！对，那么喜欢喝苦茶，对呀，我也没唱到歌，没有关系，不要紧张。第二回合我们马上来，耶！进入最关键的第二回合，轮流翻牌，看字提示，猜出横列3到6个字的歌名，猜对歌名并演唱得5分，猜错换敌对翻牌，翻到炸弹将饮用养生茶做处罚，总分最高者有机会成为金曲王哦！欢迎金曲乐翻篇第二回合，两位队长请到台上裁决。我超怕苦的，剪刀。如果这一拳你输的话，就代表你等下会喝很多杯。剪刀石头布。被炸弹呢？元浩队请翻牌，我可不相信。炸弹，第一颗是炸弹。哎，单单哦，哎，这好难哦，这个终结孤单，终结孤单，对不对？哎，可能队请翻牌。爆炸！
是如神诅咒，诅咒了。刚刚那个真的很苦，我帮你弄变成甜的。来发对蠢蠢的爱究竟有多浓烈呢？让他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变面扣马干班呐！刚刚的真的很苦，我帮你弄变成甜的。这两个人绝对有问题。这两个人有问题哎，甜的哈。好，我们先帮忙喝一半。来，请喝。请翻牌，洛，我怎么都跟洛有关系啊？洛山峰，洛山峰，对啊，你的年代啊，你这个人很不要脸，年纪比我大，还我的年代啊，洛河乡，洛雨生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哎，请回，成龙队，请翻牌，要命，好难哦，加油。的的，这好难猜啊，这很难猜哎。对对，闪亮的日子，对啊，闪亮的日子，闪亮的日子，闪亮的日子，对不对？哎呦，错，请回，你要再几分牌？你怎么听敌对的？炸弹！哎呦，新兵日记的，我相信，我相信啊，我相信，对不对？哎，今天这很难猜，你要再几分牌？好，我猜这个。好难哦，洛州，我知道了，徐佳莹的《失落沙洲》。失落沙洲，对不对？哎呦！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，只是要有花可以发开，除了你之外的空白，还有谁能来教我？你答对 ，yes。然后再请翻牌，我换我啦，我来翻翻看这个。好了，哎，简单，简单爱，周杰伦啊，还是爱很简，爱很简单，有可能哦，还是简简单单。我觉得我比较会唱周杰伦，唱简单爱好了。简单爱对不对？哦啊哦啊！成龙队请翻牌。哇塞，今天的歌越来越难猜了。赵大成加油！赵大赵大，真的假的？我什么？我来，我什么？我炸弹！哎呀！导演，有点没脸人吧？不行！哇，好气耶！气哦！哎呦！哎！穿心了！我穿心之后，元浩队请翻牌。炸弹跟炸弹中间应该 OK。出来啦！没那么简单，没那么简单吗？好，没那么简单，对不对？老师，请给 music。相爱没有那么容易，每个人有他的脾气，过了爱做梦的年纪。请翻牌，加油！狂，狂，狂，我发狂！这会是郭富城的歌啊？对吗？我，郭富城啊！我，我心狂野！哎，寂寞了，寂寞的午夜。喂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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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了，冷静一点吧。你穿这样不像，你穿这样不像。如果真的是我心狂野的话，他穿这样跳比较像。哎，对耶！我心狂野，我心狂野，你要跳哦。哎呦，是吗？我心狂野，对不对？接不下去了。王子要跳舞啊，王子。哎呦，机械舞哎，哎，这是 Lady Gaga 的吧 ？Lady 卡卡。
都说是气候多变，这样太危险。你敲击我的世界，改变了一切，我无法拒绝，我心狂野。阿成，最后一首歌把它唱掉了，快点！他好郭富城哦，把我的歌给唱掉了。哎呦，娘，他说你耶！正经一点，这首歌应该是《天顶的月娘》啊。啊，最后一个字是啊，不然你翻开是炸弹，我和吴杯。是吗？对的。进啦进啦！什么？月娘啊？天顶的月娘啊，天顶的月娘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哎呦，老师，请给 music。天顶的月娘啊，你敢有在看？看我的心肝，为何？要宣布了，爱神，恭喜你，好听的答对。是的，今天我们第二回合所有的题目呢都已经开完了，但是报告一下，今天呢，第二回合两队的成绩，统统队的成绩是10分，元昊队的成绩也是10分。两队两回合加起来的总成绩，统统队是30分。20分，恭喜我们的统统队！两位听众朋友，哎呦，谢谢两位参加我们的金曲乐翻天。然后呢，这个夜市刚下档啊，两位也辛苦了，辛苦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里面很多的演员要到富裕子去这个加油啦，是的，也大家能够跟这个前辈要好好的学习，学习。之后也有机会大家一起合作，大家都是一家人。欢迎。最后呢，我们再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，就是王灿带来的《在每一秒里都想见到你》。